请收看《卫星世界大地风水》。安尼咧，哇！你着真歹，大家歹思考啊。所以讲要看山道，看青道，就是安尼。再来咧，啊，咱啊六舞曲舞曲，啊舞曲，就是对面迄、那個，啊一像倒碗在倒头壳，迄落叫做舞曲星，上远迄粒形，上远迄粒，哦，迄个叫做舞曲，上远迄粒叫做舞曲。哦，啊，要迄粒，我咱一个接着迄粒，迄粒就贪人，贪人心，上木心，啊，所以甲木心即款都看出来啊，哦，迄形就造成木心，啊，木来生活，下骹对啊，即个风山川下面即个小火仙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生水，水生木，啊，木又回来生，哦，周围呢？啊，才会产生这个奇奇怪怪的矿物质的水，啊，所以咱叫做舞曲星、舞曲车、舞曲车，叫六白，六白乾卦，啊，乾为天，为金，舞曲，咱所有出风的，拢坐在舞曲星后边是舞曲，六白乾山，也是讲舞曲拄啊个做。天山顺向呢，哇！这个地理不得了，会出高人，出状元，哦，这个就是讲山形地灵人杰。再来呢，啊，第七呢破军，啊，破军呢，哇，迄、那个帮兵，帮来帮去，破军呢，啊，你啊，你向到破军星呢？啊，迄、那个犯桃花，啊，所当着拢全桃花朋友，啊，那么你后壁坐破军呢？这个呢，或者枭雄、枭雄，唔是英雄哦。后壁拢全帮山坐遐人哦，你足歹应付的哦。哎、欸，话要爱就要爱咯，翻脸不认人哦，不管你就不管你哦。所以各位恁啊，以后哦、啊，要行到倒一个所在，入一个山门。入一个坑门，哦，你看那山，这附近这大人，你就知影这人什么款了。啊，咱伫凤山村这大，其他怪形的山拢无，足平顺的。所以凤山村的朋友这有情，足济过来。啊，咱的市民会，啊，咱的师兄呢，阿明太太顶的，常常去写文诗，干那爱我啊，我会当，咱来这，啊，都来这呢，啊，行行踏踏，互因招待这。啊，超级啊，啊，迄风油啊，啊，爱玉，啊，即爱玉甲白玉也无共款，所以咱呐出去爱目色口，一定先生看清道，啊，你啊看哦，这个山啊是这个开门，这个开门专帮山的事，啊，这个开门的人，你要甲伊斗阵，你才真费精神，因为因心真乱，唔是因真歹。因为咱人经过目睭所看了，啊，传入脑海内，将咱内心未平和、未平安、啊未安定，所以因所表达出来千变万化。哦，迄就认真，哦，为个妖怪兼细字，啊，结果鬼我叫胖呀吼，伊讲啊，无得卖啦，无当然卖，
规划兼行业化无落面嘛。哦，迄个廉贞星，而各位咱学这个道，咱唔是要伤害别人，绝对唔是安尼。咱了解安尼，咱片面人甲人中间的去误会，人诶人甲人中间的感情，咱片面伤害感情，咱知咱闪者就好啊。安尼尔。哦，这保护自己，不伤害别人，保护家己，然后咱莫伤别人。哦，咱爱好歹势啊，这吼、哦、啊，因为袂拄好，咱莫合伙事业，朋友缘较要紧。哦，所以咱来向对，迄个破军，还是一破军呢，拢共款。那么破军叫做贫散。哦，咱说当着的头前向出去破军呢。你所遇到朋友，都愈遇到拢是善朋友，善是金钱的善尔，智慧的不足，智慧的不足，啊、思想的不足，袂好势，哦，迄种诶，拢叫做善贫，然后当然影响到因的经济。若是讲咱坐后壁破军出枭雄，枭雄呢，就是抢、劫、夺、骗，无所不作，哦，无所。不为，嘿，或者破军，而且下来奇奇怪怪，迄种破军，所以咱要做风水，啊，咱啊做阵做风水，咱要徛厝，咱后壁庙呢，后壁排破军，啊是个头前向着破军，迄拢袂使着着。然后第八辅星，啊，左辅右皮，啊，咱爱加呢，这个辅星，啊，辅星是啥物形个呢？啊，加。无迄个山形，哦，迄山形无，啊，恁举来来，画一画。哦，啊，这个，啊，虎星，山势，这是土星，啊，这是金星。这是金星，啊，这土车土星，啊，这是金星，啊，金带土，土送金，金金车带着土车，啊，土车上了金车，啊，土带金，啊，金送，啊，土送金，这叫做福，啊。这八百，哇！啊，这八百叫辅星，这山星山形，无这个山形，因为这未出总统，哦，所以未出总统嘞，这都无这个车。啊，咱大家咱啊，这乡亲嘞，恁山老人较骨力较骨力，骨卡自己山出来，这就出总统啊。哎，哦，辅星，啊、哦，辅星嘞。啊，再来嘞！啊，九星飞车，啊，尖尖这嘞，这种火星，啊，叫做脾星，啊，火星叫脾星，白这叫火星，这属火，火属木诶，火属木诶，属贵，啊，属鸡啊，属这鸡旗子。属这鸡，属于鸡，啊，属于木，啊，在右边，啊，在右边，虎星在左边，啊，这个呢，就是属门，这个属门，门车，门官，左辅，左辅，啊，左丞相，啊，右丞相，啊，左右丞相，啊，再来呢。第二这两项呢，啊，咱首先呢，中午啊就是武曲星，中午是武曲星，啊，就武曲，啊，这边呢虎星，啊，这边脾星，啊，左辅
柚皮啊，这大武曲，这武曲金星啊，地里就给你吃啊，这老水呢就玉带水啊，玉带水啊，这地里在这里啊，这就红地地左蒲右皮啊，拜你哪去山的看到啊，山势呢一定神仙看起来到了。哦，你要爱，我若报这地理，山势伫遮这个形，你是爱地理伫遮，因为伊尻川尾看伫遮，哦，向着这里告诉阮主人伫遮，这意思。啊，你若遮无看，你看那鸡啊，安那山梁啊，安那包安那来嘞，叫火星，哦，火星，我说哦，主人伫遐啦，哎，阮主人伫遐，手啊，哎，伫内底啦，哦，主人就是遮。哦，这就是你出来爱个目色口，爱看地理，最基本的条件。但是世间看会出这个人无几个，我希望各位恁爱看遐。哦，恁若报了这个地理，你阿公，看了对面安尼是恁只阿公。哦，好吧，迄个表示有大力大地理吃。好，哦，再来，廿四公，哦，你地理安尼。这按地理安尼有无？地安尼地理无？这有辅星有无？啊，这有脾星安尼有地理无？有是这地理在了无？无？这点倒来呢？啊，左丞相，文武，啊武爱这边，文爱这边，这叫虚花，叫做假地理，你莫叫骗你。哦，所以。这个地理啊，安尼山一个地理叫你做，叫后壁面，叫后壁面，你才走后壁看。但是叫地理这边未叫地理，你放心。啊，一定神仙看得到，二定神仙看水口，三定神仙满山走，四定神仙都看不到。啊，安尼知无？各位讲师，各位同学，同学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今天都是7月1号，啊，咱现在呢来到台北区北部最有名的航路地，小红红的航路地叫长风祭器，啊，长风祭器内底呢叫做航路，小红红的对，寒天。冬暖夏凉，啊，叫做航路地。啊，这个地理呢，以前我在山下，经过好多次，看上来呢，啊，当时托你讲，啊，它还没盖的时候，啊，以前我哎，这个山上哈，那是金高玉，啊，金高玉这托你讲一徛嘞呢，哦，这个倒架慈航。啊，那么这所在呢，最后面一个主山向后边的哈，托你讲后边那个珠山，啊，落向右边，啊，右边，啊，下边呢，火星，啊，左边，龙星，爬竹等的，好，啊，你看一边叫山，啊，环抱，爬竹子，左右山，层层，顶顶塔塔，过掉呢。好像一个倒地的莲花，莲花本来呢，倒的倒地莲花，哦，啊，那些倒地莲花是足水的所在，哦，所以这个地理呢，啊，那你看咱的101底啊，啊，都啊符合托的公怪，托的公爷，托的公怪，所以101耶，一有托的公福到无比，啊，这嘛天造地设。啊，真正自然呢，啊，托你讲一道波比，啊，头前呢，啊，都经过这真了溪，真一条溪，很多的河，尤其远远呢，啊，遥望这阳明山，啊，基隆河呢，对正面就是出哩，啊，对前江，对前江，啊，淡水河，
啊，淡水河、阳明山、观音山遐咧，啊，都要出伫前方，伫前方。你们现在用罗盘甲你看咧，我们最靠伫前方，是毋是？你有看咧？这个一个咱叫地理四大局，啊，四大局的法则。你做前三，啊，前三，啊，这做五三，啊，前宫，啊，在前的方位，后天前的方位，啊，最初先天，啊，这后天的前宫，啊，就是先天的。他们先天的做前做之前啊，出最出在前，先天之前出在啊后天之前，诶，一般人地理讲叫四大局，先后天拢有害地理。哦，这个呢啊，先天乾为金，啊后天呢大局水呢，是乾为金，啊先后天啊山水山水拢和。一气一气啊，一个一个叫，所以这个发的会发足久的啊，但是马上发是无，慢慢啊发，来遮拜的，拢会慢慢啊发，慢慢啊发，伊毋是马上就发。哦，这是先天含后天的一气的运行啊，所以这个呢啊，你看这个形，我像金高玉的形啊，四平八稳啊，四平八稳的好平较悬。啊，那么这托你讲来揭晓哈。托你讲的地理，咱来讲，拢好平，拢会较悬是事实啊。迄种福德精神的庙地，你来看看啊，这个地理，哦，你看来出什么地，什么地理较好吼？那好平较悬的呢，大部分拢是托你讲庙啊，上帝，托你讲庙。哦，那再来呢？啊，你要看。看出来，头前车真两三十四粒啊，迄拢是属于印。吼、哦，咱邓印啊，邓印印，哦印。啊，那印呢就托你讲这个呢，哦，这是艮卦，先天的艮卦，你这里呢，先天艮方，艮方先天的震为离，啊，震为离是什么？一二三，遐呢吼，迄、那个震为离的所在呢，啊，迄、那个地势。那在进入里，后天是艮卦，后天是艮，先天是震，啊，震养于艮复完，啊，这里呢，后天的行，啊，艮，啊，那些小金星，艮，艮复完，卡顿顿顿，好像都卡金，叫做都卡金嘛，都卡的金嘛，都卡金星，都卡金，再来做财神讲下，哦，你讲下对吧呢？啊，那么这里呢？这个地理，这个形，你看看，这个山势的形像什么形？啊，这山势像什么形？这整个山势，啊，啊，这就是一只属于狮子形的，属于狮子形。啊，你看头，那属狮子形的，狮人球，头是一粒、两粒、三粒，迄种球，啊，头前嘛，佫拢有球，我头前山。哦，那种狮拢是狮人球，狮人球。哦，那么啊，这狮啊嘞，嘛是狮个好同类，所以福的精神呢，啊，狮好了，拢是托你讲管的。就是安尼，咱来告诉有人讲啊，迄、那个囡仔去冲了白虎山，啊，咱来大家，三号铁了拜拜，龙过过嘞，哎，等于就好呀。这个托你讲地嘞，啊，我曾经我来咱一个信徒家。啊，去就惊到，我无你三号提起来拜托你讲，吼、啊，去甲罗过过咧，叫托你讲大波比，哎、啊，等下就好去啊，不要托你讲会自卑。哦、啊，所以你也无得到好地理咧，啊，那么神威我都显现，得到地理神威就显现，好吧？啊，那就看这里后天，啊，后天呢，这里先天呐、啊，后天的离方，先天的前方，前方呢，啊，艮为山。啊、哦，对，咩前为天，前为天呢，就应该后边山有三支山，啊，三两开泰，啊，应该是安尼，等下咱起来看，哎，啊，咱起来，嘿，头前哦，龙山。
开龙鸟，一斤、两斤、三斤、四斤，吼、哦，啊是王侯的，迄个龙，迄个龙蛇啦，好呢，好难呢，安尼，插外，哦，好做难呢，啊，嗯，好嘛，嘿嘿嘿，迄龙鸟，哦，美丽，你龙鸟，啊，看未？靠边，量呢吼较无力，高老量，啊较无白，咩去？迄量会足白，吼迄量活量啊，我说活地嘛，你要看活地死地，很简单，吼、哦、你量开量药，开呢，吼、哦、开量药，迄只神呢，啊你若像迄恶个，恶个开好药，啊迄、那个阿出阿爸人。听有无？听有哈。有。啊，哎，这个好你讲，这个是黑的，一粒一粒收起来，收敛，哇，好好势啊！你咧收个收个，未伤人嘛。啊，量片开，哦，这上好的你就安尼俩。哎，但是量好片开，叫龙虎斗，好势，哎，片开。好只很贵，啊，龙只很贵，叫做龙虎斗，拆只萝卜，拆只萝卜，后来才摆嘞，哦，哎、欸，都不是很好，啊，有诶，做成了风水，做了，龙虎拢很少，啊，去摆摆转来就爱死人，哦，迄、那个风水，咱好多，啊，这里相相告拖丝就对了，双果偷丝。拖着丝啊，想告拖丝。那是龙虎斗的哈。那龙虎斗变着龙，那个想告拖丝啊，啊，那个未平安。所以看地理，哦，虎山这边的现开，虎山结归完一个包应，龙蛇现开，安得着啊？哦，山河大地，那个书圣奥妙，啊，好了，我们再上去。